来两个品种的海葵，下视频咱们开吃啊！还有一个，荷叶包鸡，这里有一个超大的鸡肉。我这买了一个可乐神器哈，是喝可乐。不太好用啊。泡芙，我吃几个锅，几个双人加关注，谢谢。这个锅巴，然后放的是番茄酱嘛，敲一下，不脆呀、啊，这也弄一身。哎，我给大家拆一下，然后我吃一会儿。海参，海参，带刺的海参叫刺参，刺参海参了解一下，喜欢松鸡啊。大肠，刚煎出来，烤肠，全家不炒饭。我在里面放辣酱，特别辣。香辣粉丝，谁吃的快？还有我吃。爆头八爪鱼，看了过年老铁，给我来个双击啊！嘎嘣脆，听声音啊，必须是香辣的。